对中国错综复杂的一个现象的一个透析。唯我中华独一家，没有逻辑信念，你看不到整个事件真相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东西。改革一定是要动人奶酪的，完全愚民的政治体制改革，刻不容缓。党不为官，还权于民。第一，加密货币合法化；第二，货币双轨制；第三，三环的交易市场。它是一个人类社会一个信用的重建。